提醒的再明显一点，这是什么？字儿，篆文。这是字儿，所以我是字帖、竹简、小篆。哎呀，我是信呐。因为是一个叫做米薇的女人写给她的丈夫的信。啊，米薇，这背后大有故事了。我出土的地方你们去过的？玉门关。没错，玉门关汉长城的烽燧底下，我在那儿待了1600多年才被人发现的。哇！1907年，有一个叫做斯坦英的英籍匈牙利人发现我以后，把我带到了英国。现在呢，我们8封信都在大英图书馆里收藏着。那么问题又来了。你们知道这信里写的都是些什么吗？情书。不是你给丈夫写的信吗？你不是说不准知道吗？秘密。是有办法知道的啊。但你们要完成我的条件，是帮我送信啊。因为我这个是妻子写给丈夫的，属于私人信件，在当时呢只能靠骆驼商队来传信。骆驼送信，本关游戏两人一组，三组车轮战两两对抗，专员需扮演捎信的骆驼，通过层层关卡，每道关卡分别有2个门洞，门后的小路上会有不同的障碍物，比拼的两组不可以选择相同的门洞和路径，率先抵达终点者获胜。三组车轮战后获胜的队伍便可打开这封信，同时每人获得一根绳子。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，每个底部啊都有3种不一样的功效哦，调心降火，还可以止咳化痰，还可以润肺养肺，所以抽到相同功效的人就会被分为一组，成为一只骆驼商队。好的好的，来吧叶哥，来吧，一人拿一瓶，先不看，可以揭晓答案了。止咳化痰 yes。 杨迪跟刘烨一组。我和谁？你和沙溢哥代表的小天。来，成为骆驼吧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竞速。长城润滑油为专员们加油，开始。哎，两队不能选同一个门啊。这什么东西啊！走走这个，快走！走！哇，好痛！还是这个，哎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，啊，好痛！哎，沈南，沈南，好痛！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！哎，好痛！我好痛啊！好痛！好痛！好痛！所以这一轮获胜的化痰止咳，我们。你们得休整一下，因为马上你们要跟调心降火队来比拼了。我跟你讲，沈南一个人在前面跑老快了，我在后面我啥都看不见，我到后面我不看了，我直接就看底下，我就看底下，我看底下有东西，我就说没有撞，有撞到，没撞到，没撞到。刚上任的调心降火组做好准备了吗？好了。好，终极比拼，3、2、1，开始！哇，又是这个玩意儿！哇，又是这个玩意儿！哇，好痛！哇，好痛！哇，他们俩好狠啊！又是这个！加油！快起来！这也太快了，他俩。快来快来，快快走走走，快快快快快快走，快快快快快快快走，耶耶，他们好远啊，算了，他们很远。你俩怎么像样的？人家都到终点了。他们在干嘛呀？跑起来，尊严。周深，周深要吐了。不是，
我因为沙老师比我高，你知道吗？我浑全身被勒着呢。我要恭喜止咳化痰再次获得胜利，成功送信。所以止咳化痰组，你们一人可以再拿到一根绳儿，成功。叶哥有七根了，对吧？我六根，六根了，迪哥。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权利，你们可以亲手打开这封信，来知晓里面的秘密。我们的秘密，我们先看一下啊。你们看一下。真的吗？啊。可以随意去掉一个人的神啊。哇。选谁？这你来看吧。我可就来一期。我一共就一根啊。迪哥。严厉，你能不能严肃点？不是，你过来，我哎，他是不是指错了？简单过来，帮我翻译一下。完全看不懂。哦，吓死我了。这个是粟特文。嗯，粟特。你们知道粟特是哪儿吗？粟特。它是西域古国之一，然后它的首都呢叫萨马尔罕，是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二大城市。对对对。而米威呢就是粟特人，但是生活在敦煌。哦。这样，我把翻译好的版本给获胜的两位。好好好。你们可以念给大家听。我像对神一样双膝跪地，像高贵的老爷。我的丈夫纳奈德表示祝福和致敬。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死去，我一次又一次给你写信，却从未收到过你哪怕一封回信。我已经完全对你失去了希望。我服从你的指示来到敦煌，并违背了我母亲和兄弟的意愿。显然在我答应你的那天，我就惹怒了众神。我宁愿做猪狗之妻，都不愿嫁给你。这不是情书啊，这不是情书，很凄惨的故事，很怨念。你们发现这封信其实是一个很绝望的妻子对于丈夫的一个抱怨。嗯，太可怜了，太可怜了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当时敦煌会有这样的粟特人呢？来，交易中心吧。经商，经商。哎，答对了。我们这八封古信，其中有六封都提到了贸易。那为什么会有贸易呢？丝绸之路吗？对，丝绸之路。因为粟特它的首都是萨马尔罕，是当时罗马和中国的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塞，而粟特族呢，当时就是丝绸之路非常活跃的民族之一了。之前我们去过敦煌的汉长城，你们也学到了，因为汉长城保护着丝绸之路。好了，下一个目的地，各位自求多福吧。好，出发，走。